嗨，卡塔尔报恩作业前情提要，经过评委们又一次的激情投票，第八期的获胜方是不要脸的蛋糕队，因为为了比赛已经不择手段，用一场硬核亮子脱毛赢得了更多的票数，获得世界杯门票。今天是儒雅随和连续出战的第三场比赛，他们即将对战养精蓄锐已久的以德服人。赛程已经接近尾声，究竟是儒雅随和触底反弹带走胜利，还是以德服人以过竹之势拿下二连胜？同样的规则，今天争夺的球票正是12月10日摩洛哥对阵葡萄牙的比赛，大战一触即发，欢迎来到嗨卡塔尔报恩作业第九期。We GG。这是我的。你们看，这个号称是西班牙、葡萄牙的那个拿出比赛四分之一的，他们葡萄牙，这个、对 ，C 罗踢死他们，已经结束了。谁敲门？这么礼貌？敲门吗？啊，怪不得这么礼貌。来来来来，你好，你好我们都是德国队球迷，对，都非常难过，现在，对非常失望。好那你支持西班牙？我肯定支持葡萄牙了。啊 ，C 罗，这是 C 罗。哇，这个动作就是 C 罗进球以后的动作呀！今天怎么穿这身？为什么穿西班牙？灰熊哥，金叔，我是你们的外援。啊！欢迎！谢谢。我是来报复德国队的。因为上一期视频，他们不仅是骗我去吃我最不喜欢的食物，他们还获得了大部分观众的投票。这一次我要加盟你们。好的，欢迎。用西班牙的实力和所有对你们可以做到的事，获得你们的票，我可以吗？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欢迎。但是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都喜欢德国队。啊，对。我跟你说，朋友们，现在喜欢德国队是没必要了，已经没有德国了。还有一个德国队是我们。我不好意思啊，无知队，我就说我们接下来要看，往前看，杀人，往前看，这个可能有葡萄牙，有可能有西班牙，没有德国。所以朋友们，接下来的比赛不需要德国人去看的，我们三就去看就好了，是吧？对，有道理，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道理，有道理。你们三个谁要获得这两张票？主要是他们去看，我帮他们就行、是。你们就不去，我很开心。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大度？大公无私。怎么炫？有点抽象这个字。炫富是意思吧？是炫富的意思。你可以炫富，对不对？可以，终于可以。在卡塔尔也可以吗？在卡塔尔其实有点难度，反正为了他们，无论花多少钱，只要是往里面给我们投票，我什么都可以选。哇，感动。一般来说都是，炫富嘛。但是在这儿，我觉得确实也不太可能。太难了。炫富，我们不怕不差钱，不差钱，不差钱。哎，要不要试试如选随俗，白跑一下？会不会穿上之后？挺好的，其实我一直挺想体验的。就我觉得穿上那身气质都出来了。对呀、啊。退钱。可以考虑什么和美食有关系的？这个挺好的。什么非常高级的吃的？如果选择美食这个话题的话。谁一般不能吃的好？OK， 秘书保镖，反正中国土豪 ，Let's go， 走吧。最可怜的是那些垃圾猫啊！哦，对，就是就有一个真的吃的不太好。我发现，在卡塔尔的猫有两猫都很瘦。哇、哦，这很可怜，看起来有点可怜啊，还有受伤了好像。对啊。那他看起来好像一般，不能吃好吃的。是。我刚才突然想到了，我们对于卡塔尔人来说，我们肯定是没有钱了，我们没什么可以炫的。但是我们对于这些小野猫来说，我们其实是很有钱的人类。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富炫给这些野猫。你看这个猫，它匆匆匆，它已经知道我们要干嘛了。
我们可以先去那边超市看看有没有一些猫罐头啊、猫粮之类的。嗯，也必须得给他们一点水，这么热的天气。对，对，我们给他们买最好的水。这个好。虽然只是一次两次短暂的，但是起码能给他们补充一点营养。对呀、啊。最后我们会羡慕他们。有可能。对呀、啊，走吧。好了，走吧。我们会来呀，等我们，等我们。好，那跟着我们。What would be a cost of 1 million? The first person who sleep in this sofa, it was. Mr. Mao Dui from China, he came. He'd like to check out some cars here. 因为本来是现在是关的，他说五点之后再开门，但是我们他们看你来了，所以他们专门给你展示一下这里的车。你先看最贵的。你要最贵的直接是 Bugatti， OK 吗 ？OK。你要是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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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了，算了。We're sorry, but it's okay. We can get you a contact and we'll see. Yeah. 兰博基尼的全球总裁要来，然后有一个小型的活动，他想邀请你去看那个发布会。这是 VVIP 的，没有任何当媒体或者任何媒体回报的，只有这是邀请者的一个活动。We have one cup of edition for maybe we'll do it for auction. 考虑吧。He will think about it for the auction. 走吧。OK、嗯。他不会以为我真的这么有钱吗？笑死我了。关键是我们坐着 Uber 过来的呀，有钱人都这么低调了吗？对不起，是我们的错。马总，下一步您想去哪儿？你将去哪儿？下一步继续购物。我们到了卡塔尔最豪华的一个商场。Mr. Ma is here from China. Where is he? He's a big buyer. He's looking for some of the most, I would say, luxurious shops in here. This is the entrance for the VIP. So when we have any VIP guest, so he come from here, from the elevator, direct to the first room. I'll show you. The first person who sit in this sofa, it was Johnny Depp. 哇塞，坐上之后气质就起来了。We call the exhibition room. VIP customer, so we invite him here to sit. We offer drinks, food, and we bring the item to him here. This is the top. We'll check this one. This one, it's 5,016. 一万块，有点便宜啊。Too cheap? Too cheap. Yeah. Is there any other? It's 27,000. It was 50,000. This one, it's 49,000. 84,000. 走吧，我们去爱马仕看看。OK. Hello, Mr. Ma. Sorry. Oh. We're going to Raffles. Raffles Hotel. We stay there. Nice to meet you. I have a really quick question. I work for him, and I would like to ask, what would be a cost of one man's rent in the presidential suite? 20万。20万。就是40万人民币。一个晚上。觉得行。He's okay with the price. 他说定，有人定了。有人定了。怎么办？那算了吧。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我们在。卡塔尔的最顶级的酒店包了一箱。哎 ，Mr. Ma， 嗯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请尝一下。好喝，没有花钱的不是。How much is this, by the way? Right here. It's 38. Thank you so much. Italian water. Italian water. Yeah. 这是意大利的38。马总，可以喝一口吗？可以，喝一点点啊，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在妈妈眼中，人类可能是小鱼干富翁，就是现在这只来贴贴的小可爱让我们有了这期的灵感。我们决定给喵星人选个富，通俗来说就是让小猫好好的炫饭。我们在这个超市买点东西，这个听起来挺好吃的，我也想吃。我们自己吃吧。结账了，看那个小野猫还在不在，给它吃点我们刚才买的那些好吃的。猫呢？现在不在。它上次来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坐在那儿，我要试试。穿一些什么比较正式的衣服怎么样？可以，好吧。然后我们回来可能它就在。好的。先给你一点水喝啊！不用，你看，你看，这个算那个炫富吧？嗯，小胖啊，休息时间，那太饱了，是餐纸。奶酪火鸡，哇，他闻到了。你们觉得好吃吗？蛮好的。你们喜欢吃中餐还是喜欢吃西餐？请问你母亲姓什么呀？姓李啊。刚才我们在喂那个猫的时候，旁边我记得就有一只猫一直就在那儿这样。对，嗯，最近早上那只猫一点也不像。对，我们就找，我们再找一些这个比较可怜的吧。好的，走吧。在前面看到了几只猫。来吃饭，来吃饭。啊，现在来。开始吃了。好像喜欢，太好了。现在我们这个后边有三只都在吃我们给它的食物，它们平时只能在那个这个旁边的这个垃圾箱找一些垃圾食物来吃。放在那个，给。他说谢谢。哦，它比较，它比较冬吃。很有意思，为什么这边有那么多流浪猫，对吧？我也不知道，对啊，而且他们都那么瘦啊。你要采访他吗？他珍惜。他太紧张了，我觉得。可以试试。Excuse me,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好吃吗？有没有兄弟姐妹啊？你为什么流浪？我们在卡塔尔见到了很多小猫，它们大多很亲人，也很能炫。小猫不会记得每一个向它们炫富的旅人，但作为人类，会因为喂猫猫吃了一顿饱饭而被治愈很久。今天为你的服务到此结束了，希望你满意。非常满意。希望你们满意。满意吗？可不可以给我们投票，投上宝贵的一票，拜托拜托。对呀，我们今天已经很努力的炫富了。我今天真的非常努力了。
不能更富了，我觉得我们到了最顶级、最顶最顶级的豪车店、最顶级的百货商场、最顶级的酒店。我们差点真的以为我们自己这么有钱了。就是。两张票，朋友们。求求你们了。八强。拜托了。拜托。给他们俩 ，please。这个地方仿佛就是多哈最破的地方，我们也在这儿找了一些。是。那个天天翻垃圾吃的猫。对啊。然后把我们的东西给它吃了。嗯。我觉得这算是一种炫富吧。你们觉得我们炫富的好，给我们投票。别忘了啊，我们现在是世界杯最后一个德国队，所以如果你们谁支持德国队，现在可以支持我们，好吗？请评委们在评论中给出投票理由。视频投票截止时间2022年12月10日下午6点。获胜方将赢得世界杯官方赞助商海信提供的摩洛哥对阵葡萄牙的球票2张。